这女朋友进房间，偷偷用她的手机发起抖音一起看。Yes， 现在她刷的我都可以看见了。还原现场，若无其事。宝宝，我出门了。去吧，注意安全哦。就等于上钩了，我倒是要看看天天抱着手机看什么。果然一进电梯就开始刷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都在看啥呀？怎么都没有帅哥？哦哟，算你有良心刷掉了。怎么又滑回去了？看来他喜欢这样的惊喜。作为我的女孩，不可以羡慕别人。偷偷给他准备惊喜，女人，这还不被我拿捏住？薯片留给他，哎，这归我。嗨，啊，宝宝回来了。对啊，过来。哇，怎么啦？请你吃东西。怎么了？看样子他不喜欢。拿着，打开看看。不是，你也买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也买了。怎么会这么大？这里面应该不会是礼物吧？我的也是。那交换。我先拿。你先。花花。我看看我的。我的也不错啊，漂亮，喜欢吗？这个不是很贵吗？这个你的这个下面藏着什么猫腻啊？这个女人下血本了。哇，这不是我喜欢了很久的那个项链吗？对啊，你上次说你想要，我就给你买啊。我们怎么会想到一起去啊？哎呀，我刚才看了你的抖音啊。你看我抖音？对呀、啊，一起看啊。难怪，那不是没有惊喜了？才不会呢，宝宝，我超喜欢的。我也超喜欢的。